欢迎收看今天文茜的世界周报欧洲版。台湾比较关心的事情是，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的话，美国会不会协防台湾？出人意外的是，川普在这个礼拜造势活动上，他直指的是欧盟，而且是北约组织。对许多人来说，美国和北约组织间的紧密的盟友关系远远超过于美国对于台湾的军事承诺。但是川普却在这场造势场合说，这些国家把我们当傻瓜，我们出了2000亿，他们全部加起来才出了2500亿美元，所以如果一旦他们面临战争的话，我绝对不会保护那些不出钱的国家。他甚至说，我欢迎，一直欢迎普丁一个一个侵略这些不出钱保护自己的国家。当然后面这句话引起很大的挞伐，但这件事情显示出来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人说2024年11月美国所进行这场大选将是人类在21世纪最重要一场选举？因为第一个，川普 unpredictable 不可预测，尤其是在他的外交政策上。为什么在外交政策上里头，美国总有一些延续性，这是过去美国的惯例。理由是什么？第一个，我必须要让其他的国家可以信赖我，我才能够一直变成一个全世界最重要的强权霸国。那我要作为一个强权，我今天答应你 A， 我明天反悔你 B， 那很快的我就会失去世界对我的信任。所以在这个状况里头，虽然在竞选的时候很可能对于外交政策有激烈的辩论，但是通常都是延续性的。比如说即使是川普，他决定结束阿富汗战争，这是美国共同的民意。他结束的时间点呢，他在2020年的时候5月就已经跟塔利班签订和平协议，然后拜登上台，他不会推翻川普的和平协议，他继续照样执行，唯一就是把原来的承诺是5月的时候撤军改成911。那没有想到塔利班8月的时候就包围了喀布尔，这个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意外。但整体来讲，美国的政策总统大多是延续的。美国的前总统的 Lyndon Johnson 要结束越战， Nixon 呢也最后不止结束了越战，而且把越战结束的过程当中还和他认为跟他们很重要的盟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很特殊的政治关系。接着就变成卡特总统在 Nixon 之后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卡特是民主党的， Nixon 是共和党的， Lyndon Johnson 是民主党。所以美国过去的历史里头，总统是对于过去的外交惯例里头是会有他的延续性的。但川普他管你什么惯例，这是一个他的特质。第二个，他正把美国拉回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孤立主义，因为他认为美国最严重的问题是国内的经济问题，是那些跟不上的人，他代表这群人向美国的体制提出全面的抗议。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并不希望在外面花钱，而他希望还有战争，那是因为美国的军火商需要赚钱。只有这个情况里头，他会比如说对中东事务有兴趣，他对外交事务的所有的兴趣就是我如何卖武器在美国可以赚钱，他对于参与战争没有兴趣。那这个时刻他的协防承诺还在吗？我们台湾问的是说，你会当选了以后会协防台湾吗？结果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居然跑到了 NATO， 跑到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呢，是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成立的最重要的军事承诺的军事联盟组织。就川普说出了说不缴钱我就不协防你，这成为不是说最近一个礼拜，也不是过年以来，这成为说可以是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大的一个国际秩序的翻转。他真的会如此做到吗？他当选了以后会把美国一步一步的拉回孤立主义，然后对于欧洲，你们必须要加强你们的国防预算，然后我的经济一枝独秀，川普有可能这么做，而且这才是代表他的选民投票给他的主要的理由。所以这是世界的秩序正在大型的翻转当中，它也是我们观察美国2024年大选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对于美国以外的人。那至于现在川普领先拜登的程度是什么，我们会在明天文茜的世界周报为大家做出分析。 Why are we at over $200 billion and the European nations are, if you add them up, it's a very similar sized economy,
They are $25 billion. So we're at 200 plus, and it affects them much more. We have a thing called an ocean between us, right? It affects them much more. But we're at 200. They're at 250. I did the same thing with NATO. I got them to pay up. NATO was busted until I came along. I said, everybody's going to pay. They said, well, 到底欧洲军援乌克兰是给了250亿还是2500亿？场上的造势群众到了这时候大概也没人在意川普的前言不对后语，而收看造势转播的美国选民和全球乐听大众则是早已学到了，在这个后真相时代，事实不重要，选民在意的是感觉。I came in, I made a speech, and I said, you got to pay up. They asked me that question. One of the presidents of a big country stood up and said, well, sir, if we don't pay and we're attacked by Russia, will you protect us? I said, you didn't pay? You're delinquent? He said, yes, let's say that happened. No, I would not protect you. In fact, I would encourage them to do whatever the hell they want. You got to pay. You got to pay your bills.2024年美国大选初选季，北卡罗来纳州一场造势场合，美国前总统川普炫耀自己当年执政期间曾在北约峰会场上靠着自己一席话就逼得盟邦乖乖缴钱，从此逐年提高本国军事预算的外交手腕。没想到一时忘形脱口而出乐见普丁入侵那些欠费国家的失控言论，立即引来举世哗然，谴责声浪从华府本地政坛掀起，一路蔓延到国际社会，在大西洋两岸之间来回震荡，几乎淹没了所有原本台面上其他地缘外交代办事项。Just a few days ago, Trump gave an invitation to Putin to invade some of our allies, NATO allies. He said if an ally didn't spend enough money on defense, he would encourage Russia to quote do whatever the hell they want. End of quote. Can you imagine a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aying that?The whole world heard it. The worst thing is he means it. No other president in our history has ever bowed down to a Russian dictator. Well, let me say this as clearly as I can. I never will. For God's sake, it's dumb, it's shameful, it's dangerous, it's un-American.I think what we need to be clear about is no one is delinquent. This is not a country club. There are no dues here at NATO. Instead, what we have all committed to do is to invest in our own national defense. All allies 10 years ago said that they would take steps to move to the 2% target, to spend 2% of their GDP on defense. Cannot be a military alliance that works.Depending on the humor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S. on those days. It's not yes, now yes, tomorrow no, it depends who are you. Now, come on, let's be serious. Let's be serious. NATO cannot be an alliance à la carte. It exists or it not exists.川普到底是失言，是选举语言，还是精心算计的第二任期孤立退群起手诗？部分共和党台面上政治人物在风波爆发之后反批外界大惊小怪，口无遮拦是川式语言风格，激将法则是川普的招牌战术，其目的只是要催促北约盟国提高自我防卫能力，并非真的想要退出北约。而事实也证明，在川普执政期间，美国并没有退出北约。反过来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很吊诡的是，川普执政期间，欧洲盟邦多少出于害怕失去美军澳元的心理因素，纷纷主动拉高自身军事预算。在川普上台之初的2016年，北约31个会员国中只有5国年度国防预算超过 GDP 2%，但到了今年，预计达标国家已经暴增为18国，几乎是全体的2%。Last year, we saw an unprecedented rise of 11%.Across European allies and Canada. This year, I expect 18 allies to spend 2% of the GDP on defense. That is another record number. And a six-fold increase from 2014. He's not the first American president. In fact, virtually every American president at some point in some way has complained about other countries in NATO not doing enough.
You know, Trump's just the first one to express it in these terms, but I'm zero concern because he's been president before. I know exactly what he has done and will do with the NATO alliance, but it has to be an alliance. It's not America's defense with a bunch of small junior partners. Some of these are big countries with big economies. Many of them are doing more. The Germans are doing a lot right now. Are you not concerned about the things that Donald Trump said about not helping European allies? I'm absolutely sure that NATO is of essence for the United States, for Canada, for European countries, and we cooperated so long since World War II.持平而论，冷战过后，北约这个冷战催生的防卫机制，确实因为失去了苏联假想敌，且全球发展重心转向经贸，而忽略了军事准备与自我防卫能力的建构。从90年代到本世纪初，除了美国之外，各盟国的国防预算几乎都呈现逐年下滑趋势，直到2014年，俄国并吞克里米亚，欧洲各国才如大梦初醒，开始补强军备预算。2022年，俄国全面入侵乌克兰更是一系敲响全欧洲的警钟，其中紧邻乌克兰最有存亡齿寒警惕的波兰，近年就大举采购和换装新式军火，短短两年间军费翻倍，国防预算占波兰整体经济规模的比例甚至超越了美国。而德国肖兹政府则是在去年承诺追加常规与特别预算，投入如画面中这一座全新坦克弹药工厂的军备基础建设，2024年渴望实现冷战以来军费占比首度超越 GDP 2%的目标。No matter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US in this year, I think the conclusion has to be written already now that Europe needs to be stronger, and we need to be able to do more on our own. 综合华府人士的分析，中长期来说，川普的任何言论恐怕都已不再能撼动严重僵化和两极化的美国政治板块。一大部分的美国群众，不管是反川还是挺川，早已把川普的秀场政治风格内化到了既定的投票意向当中。此外，美国大众对于民生需求和国内经济的注意力，也经常远大于对地缘政治的关注。近月来，美国国会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军援法案迟迟无法过关，最大原因就是共和党议员坚持把边境移民管制条文包裹在同一法案中表决，这一种把内政拉高到外交，或者说把外交降低到内政层次的手法，只怕会更进一步助长华府目光回向内部，至少门前雪的执政心态。欧洲这些国家怎么样看待川普的这句话？不缴钱，我就不保护你。他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很有 ，it's a deal. I'm not a stupid guy. 我不是一个笨蛋，这样啊。那欧洲认为他是恐怖情人。北约组织成立于1949年，当时是由三大战胜国，也是冷战里头的主要的资本主义这个领域里头的三大国家，美国、英国跟法国三个国家一起成立的。从1949年一直到现在，第一次有美国总统说你不缴钱，我就不会保护你。但是对欧洲来说，事实上在梅克尔时代还有 Sarkozy 的时代都已经注意到川普的这个倾向。那个时候川普呢刚刚开始他的第一任，他当时第一任总统的时候梅克尔还在，法国已经变成是欧兰德了。那从 Sarkozy 到欧兰德时刻，他们已经注意到美国的很多趋势改变，尤其到了欧兰德时代，所以他们就决定要发展属于欧洲自己的军队。尤其后来马克龙上台之后，当马克龙上台之后和梅克尔谈好，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早晚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川普这些言论对很多人来讲是他是疯了，他讲错话了。但是对于梅克尔总理最后几年，对于马克龙上台的时候的第一任，这是他们早就预期到的事情，有一天美国会做这件事情。所以欧洲要发展自己的军队，德国要将它的国防预算增加到 GDP 的 2%， 但是这 2% 的钱不是交给美国，是交给法国，由法国来发展属于欧洲的军队里头所需要的弹药跟军火武器等等。美国的意见马上就发生了，美国就找了在欧盟里头比较亲美国的一些国家，马上反对欧洲自己建立自己的军队。他认为你们的2%都要交，按照原来北约组织里头所做的规定，然后这个交出来的钱你必须买的是美国的军火，也就是他也不允许欧洲自己建立自己的军队。而当他今天说出这句话的时刻，欧洲大多数的国家包括丹麦的总理等等，他们共同的看法是这对北约组织的所有的成员
尽管我是北约的信仰者，都是一个警告，我们必须使自己更强大。这个自己指的不是北约，而是指欧盟的国家要学习自爆。他们称川普为恐怖情人。对欧洲而言，这绝对是一个最可怕的情人节礼物，一个攸关欧洲生存安危的威胁，来自一个好不容易摆脱了的前任，又很可能在今年十一月再次成为未来伴侣的恐怖情人。You didn't pay, you're delinquent. He said, yes, let's say that happened. No, I would not protect you. In fact, I would encourage them to do whatever the hell they want. You gotta pay. You gotta pay your bill. 川普二月十日在南卡造势的演说，更像一段黑手党勒索保护费的狠话。乖乖付钱，否则就被抛弃。七十多年来一直深信不疑拥抱北约的欧洲，赫然发现原来坚不可摧的盟友关系不过是一个丑陋付费现实。Die Relativierung der Beistandsgarantie der NATO ist unverantwortlich und gefährlich und ist einzig und allein im Sinne Russlands. Niemand darf mit Europas Sicherheit spielen oder dealen.第一个对川普发言做出回应的欧洲领袖，是二月九日才到白宫访问，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的德国总理肖兹，也是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北约预算要求完全不到位的欧洲最大经济体。站在肖兹旁边的，则是北约欧洲最守规矩的预算模范生。同样对川普发言无所适从。Była nadal fundamentem naszego bezpieczeństwa. Nie ma dobrej alternatywy dla bliskiej, pełnej współpracy, jeśli chodzi o kwestie bezpieczeństwa, współpracy pomiędzy europejskimi członkami NATO a Stanami Zjednoczonymi. 川普的发言震撼了整个欧洲。无论是集体直追至2%的德国，还是军备预算超标的波兰。没有人敢掉以轻心。This year, I expect 18 allies to spend 2% of the GDP on defense. That is another record number. 从不评论美国领袖发言的北约秘书长，他没有点名是回应川普，但罕见的在北约防长峰会前夕特别召开记者会说明，2023年除美国以外。北约盟国军事支出成长创11%新高，2024年将有18国达标。北约欧洲国家今年的国防投资总额将达3800亿美元。Now come on, let's be serious. Let's be serious. NATO cannot be an alliance à la carte. It exists or it not exists. But I'm not going to.Spend my time comment any silly idea that comes during this electoral campaign in the U.S. 川普不付钱就不保护的发言持续发酵。欧盟外交事务代表波瑞尔以直白的非外交语言做出反驳。他代表了震撼与惊讶之余，不愿把川普的竞选秀场发言视为未来美国外交真正走向的部分欧洲领袖。也有真的翻开账本，坦荡荡、认真和美国算账的反应。To nie jest kontrakt z firmą ochroniarską. Artykuł 5 traktatu waszyngtońskiego po raz pierwszy został użyty po ataku terrorystycznym na Stany Zjednoczone po 11 września. I Polska wysłała wtedy do Afganistanu brygadę wojska na dekadę.I nie wysłaliśmy do Waszyngtonu faktury za to. 北约实力来自成员国自身的国防开支，这笔开支除了用来维护军队，也用于采购北约能够动用的武器。Donc il ne quittera pas l'OTAN. Ce qu'il est en train de faire, c'est de la surenchère. Et il l'a toujours fait. C'est-à-dire, c'est du racket. C'est ni plus ni moins du racket. C'est-à-dire payer. Sous-entendu, il y a trois petits points qu'il n'a pas dit. Payer et acheter du matériel américain.乍看之下，川普仿佛是欧洲防务倡议的支持者，但恰恰相反。Trump n'est pas du tout un avocat de l'Europe de la défense. Il est un avocat de plus d'achats d'équipements militaires américains par les Européens. Ce qui n'est pas du tout la même chose, parce que le moment où les Européens
vont mettre, s'ils y arrivent, une industrie de défense commune en place et qu'elle va commencer à produire, vous pouvez être sûr que si Trump est au pouvoir, il va commencer à prendre des mesures de rétorsion. 因此，无论是为了盟国的民主道义，还是现实利益，无论是预算未达标的警告，还是要求加码购买美国军火的勒索，欧洲人都被吓到了。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e in Europe take care of our part in NATO. Finland, of course, is a country which will continue to do that. We are a security provider, not a security consumer, and will continue.最令欧洲人担心的是，过去川普执政的四年梦魇很可能会再度重演。No matter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US in this year, I think the conclusion has to be written already now that Europe needs to be stronger, and we need to be able to do more on our own. And I say that even though I'm a true believer in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He might be the next president, and I think the NATO alliance is about our collective security on the principle of one for all for one. And I think especially now, with real threats also to NATO countries. 这也许才是川普不付钱就不保护，真正令欧洲人毛骨悚然的原因，是动摇了北约第五条款的核心。任何对欧洲或北美的武装攻击应被视为对全体成员的攻击。然而，并没有承诺会自动启动军事行动来协助遭到攻击的盟友。这意味着第五条款的威慑强度取决于政治领袖回应的方式。但众所周知，欧盟的问题是整合和组织，需要德法一致的共识领导。但截至目前为止，德国宁可把增加的1000亿欧元的国防资金用于采购35架 F-35，而不是法国制造的飙风战斗机，也拒绝考虑法国的核子保护伞。三月即将迎来在任6年的普丁，11月则笼罩着川普复辟的阴影。川普2.0绝对更胜川普前身，是从 MAGA 进化成 PABA。Pay America, buy America. 欧洲准备好了吗？我们来看这场俄乌战争，在经过我们刚所说的所有国际局势的变化之后，这场俄乌战争呢，目前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在乌克兰内部的一个重大变化。在这场战争里头，最重要的英雄在国际上是 Zelensky， 在乌克兰国内，他们的国家英雄是军事领袖扎鲁兹尼。这个情况呢，很像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孙立人和蒋介石的关系，而 Zelensky。在本周正式的解职这位国家英雄扎鲁兹尼，也就是他的战争还没打赢，他已经开始斗争了。那俄罗斯是3月时候进行总统大选，本来 Zelensky 呢应该在5月的时候竞选总统，不过按照乌克兰的宪法，如果在战争时期的时候可以不用竞选总统，而他撤换了最重要的国家英雄，然后换上自己的人，这当然会对这场乌克兰战争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目前欧洲，我们刚刚谈到，虽然加大了军事的开支，原因是附近的战火纷飞。他们甚至认为，如果川普再度入主白宫的话，很可能美国会从北约直接的撤出。就是他们想的不是我们想的小规模，说我不保卫你，他说根本就直接从 NATO 里头，美国直接的撤出。在这个状况之下，乌克兰就显得很尴尬。乌克兰当时会爆发俄乌战争的原因是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组织，梅克尔试图阻止他，法国的总统也试图阻止 Zelensky 问了 Biden 的意见， Biden 没有可能没有表示强烈的反对意见，但是有警告他说俄罗斯可能会入侵。无论如何，拜登和他见面的时候，在9月1号那一场见面以后是一个谜。如果他当时不断的警告他说你会面临俄罗斯对你的入侵，他还会申请加入北约组织，
而且在那个时刻不撤回这个申请表格吗？这个是外界到目前为止仍然有的外交的疑问。总之，目前乌克兰的情况可以说是内忧外患，而且泽连斯基已经进行了他内部的军事斗争。美国军援未定，乌军陷入苦战。2月15号，从激战数个月的阿夫迪夫卡部分地区撤军。乌克兰近日才撤换军方最高指挥官，总统泽文斯基解除前总司令扎卢兹尼的职务。他们两人的关系紧张早已闷烧一年多。去年秋天，扎卢兹尼发表文章表示，战争陷入僵局，和泽文斯基充满希望的论调相互矛盾。同时间的民调显示，扎卢兹尼的大众信任度高于泽文斯基，被视为是泽文斯基潜在的政治竞争对手。It's a huge gamble at a time when Russian forces are gaining the upper hand in the war. Some call Zelensky the Iron General, and many Ukrainians see him as a national hero.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布的分析指出，这是泽文斯基首度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存，明目张胆地违背大众共识。72%的乌克兰民众不同意解职扎卢兹尼。纵使泽文斯基企图描绘这是为扭转战局所进行的军方体系重整，但更多民众看到的是，泽文斯基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考量之上，更加深人民对总统的不信任，还恐打击军队士气之际，美国警告俄罗斯正研发反卫星武器。An unconventional warning on Capitol Hill. Chairman Mike Turner of the 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summoning his fellow members of Congress to a secure room at the Capitol to review what he called a quote serious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Turner wants the White House to declassify the material so it can be shared with American allies.While members of Congress refused to share what they learned, three sources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tell NBC News Russia is developing a space-based nuclear weapon designed to target U.S. satellites. Satellites serve as a crucial backbone for U.S. civilian communications, navigation,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intelligence gathering. The sources adding the weapon is not yet operational.克里姆林宫2月15号驳斥美国的指控，谴责美国恶意捏造消息是白宫惯用的伎俩，目的是让国会批准更多资金来对抗俄罗斯。美国共和党极右派议员也质疑拜登政府利用俄罗斯威胁论，以施压众院通过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法案。Earlier this morning,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as you all know, voted overwhelmingly by a margin of 70-29.Move forward the bipartisan national security bill. Now it moves to the House. And I urge Speaker Johnson to bring it to the floor immediately.美国参院通过$950亿综合援外法案，包括为乌克兰提供$600亿，为以色列提供$140亿，为台湾和印太盟友提供超过$80亿的资金等。法案送到众院前就已遇到阻碍。议长强生批评参院版的援外法案缺乏边境条款，不会将法案付诸表决，坚持国安始于边境安全。但众院共和党明明拒绝了参院先前提出的两党协商边境法案。说穿了，共和党只想推进能为自己在11月大选上加分的议案。We are not going to be forced into action by the Senate, who, in the latest product they sent us over, does not have one word in the bill about America's border, not one word about security. 向来反对援乌的川普也因普丁点名，拜登是对俄罗斯更好的选择，反转其态度。《纽约时报》观察川普2月14号在南卡罗来纳州的造势演说，指出川普暗示自己会比拜登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乌克兰。川普声称自己是美国唯一一位不会让俄罗斯获得任何好处的总统，反指拜登会将乌克兰作为礼物送给普丁。But I got along good with him, but he doesn't want to have me. He wants to have Biden because he's going to be given everything he wants.Including Ukraine. That's a gift. He's got a gift. He's going to have his dream of getting Ukraine because of Biden.
美国时代杂志指出，川普一直是从金钱角度看待外交政策，他担任总统时推动的外交方针都是以让美国获益为目的。时代接着分析美国援乌的好处，指出送给乌克兰的弹药、武器和军事装备全是在美国制造，因为援乌，美国军工业开发新武器，提高弹药产能，就连休眠中的武器产线也重新启动。90%的援乌资金都是赚进美国军工业口袋，还创造了数千个就业机会。The countries of this coalition include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 Ukraine because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and because it is in our core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而且美国在没有任何士兵伤亡下，只使用了美国国防预算的5%，就大幅削弱俄罗斯的军力。过去两年，莫斯科损失了50%的军力。乌俄战争还重振垂死的北约，多个成员国提高国防预算，减轻美国的相对经济负担。在普丁入侵乌克兰之前，只有两个欧洲国家的国防预算超过2%的 GDP。现在11个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预算占 GDP 的2%以上。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depuis son élection en 2017, a décidé de doubler le budget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 française. Donc, un budget autour de 30 milliards d'euros en 2017. On sera à terme à 69 milliards d'euros. Ce qui me permet de vous confirmer que la France remplira l'objectif des 2% donné par l'OTAN, 2% du PIB, en cette année 2024. Alors, la vraie...美国液化天然气也取代俄罗斯天然气输入欧洲，一切都符合美国利益。不管战争结果如何，美国都是最大赢家。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最佳的参与而不参战的模式。这场战争在 Gaza 这个地区，以色列现在不止打到了南加萨，而且打进了医院里面，同时对于当地的民众100万人进行了轰炸。拜登再度的和纳坦雅胡通电话，这一次呢，拜登态度相当的强硬，他呼吁不要进攻最重要的拉法这个地区，因为这是在加萨南部的城市拉法，也是最后剩下的还可以民众还可以躲避的唯一的一个城市。但是纳坦雅胡严厉的断然的拒绝，国际社会普遍宣布应该承认巴勒斯坦建国，但是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也断然的拒绝。而 Bloomberg 的评论如此写着，他们谈到了美国无论如何都将在中东面临反击，历史证明即使美国避免爆发更广泛的战争，但是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以及中东的争议政治将引发各方的一个批评。而另外专家也认为，不顾一切要消灭哈马斯，以色列将会自食其果。写这篇文章的是《纽约时报》，他们过去呢，基本上在这个议题里头都不曾这么强烈的批评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基本上是在这场战争里头，即使他赢得了战争，他也失去了他在国际里头所拥有的国际正义方面的一个角色。而本周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真主党的境外交火进一步的升级，这使得以色列陷入第二条致命的战线，并且他很可能进一步的攻击黎巴嫩，直接的攻打他的主要的首都。We were in the tent, me and all my family, when the bullets came at us. My father went to see what was happening and said there were airstrikes. Then a strike happened when he was talking and everyone ran.纳坦雅胡对拉法强力用兵，理由不外乎是这场战事已经拖延太久。以哈自2023十月初开战4个多月至今，双方去年底尽管一度换球，但后续谈判其实并不顺利，尤其在囚犯交换比例上始终难具共识。也因此，纳坦雅胡在2月初拒绝了哈马斯呼吁加萨永久停火，并要求以军必须自加萨撤军的单方呼求。
走。紧接着，纳坦雅胡要求以色列军方制定出对拉法发动地面攻击的军事计划和着手规划疏散民众计划，让拜登总统闻讯后警告这位美国亲密盟友切勿轻举妄动。他与白宫会晤约旦国王阿布杜拉时，极力喊话以哈达成六周的休兵协议。The major military operation Rafah should not proceed without a credible plan for ensuring the safety and support of more than 1 million people sheltering there. Yeah, you've directed the Israeli Defense Forces to evacuate Rafah in advance of this ground invasion. Where are those people supposed to go? This is 1.4 million people, many of whom have fled northern Gaza. I mean, they're living in tents. Where are these people supposed to go? Well, Rafah is a very small percentage of Gaza, and I think it's about 10% or 15%. I mean, the estimates... The area north of Gaza that has already been cleared. Well, there's an estimate of 1.4 million people in that area right now. And as the German exactly. foreign minister said, they can't just disappear. Where are they supposed to go? No, well, the areas that we've cleared north of Rafah are plenty of areas there. Rafah, 一座因以哈战事拖延四个月，人口从300,000膨胀至1,400,000的悲情城市，来此避难的加萨家户已经因为无家可归的绵长日子，开始舍弃以帐篷为家，有人改挂起简陋塑胶布，只求遮雨避寒就好。因为国际捐助者赠予当地的帐篷，早已被缺钱买食物的他们，在黑市以500块美金出售，但他们如今更担心的是看不到战事进度的纳坦雅胡，为求歼灭把拉法当作最后堡垒的哈马斯剩余势力，可能朝拉法挥军而来。近来以军主动释出一段声称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带着妻子从汉尤尼斯潜逃的影片，无论辛瓦人是否还活着，从影片释出时间点来看，以色列政府显然没有打算从战事中收手。国际社会忧心忡忡，战争规模一旦扩大，拉法本就稀缺的物资只怕更会受到挤压。今年初曾出于担忧加萨，在会议上哽咽落泪的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近日受访对加萨市局竟恶化至此表示难以置信。Struggling to speak because the situation is beyond words. Since then, things have only gotten worse. Rafah now under threat of a full-on Israeli military onslaught. What is the impact, or what will be the impact should that happen? You know, the situation is already beyond words. I can't even describe it, the situation in Gaza. And if this assault happens on Rafah, I think it will be, more disaster, serious, serious disaster. 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70, the nays are 29. The bill, as amended, passes. 当联合国数字说明全球最饥饿人口有1/4在加萨时，当拉法惨遭以军空袭后，美国参院依然表决通过了包括军援以色列141亿美元、乌克兰600亿美元在内，总金额953亿美元的美国援外法案。尽管共和党籍众院议长强生出于法案中对边境安全费用不足的不满，已表态不愿跟进参院表决，当民主党政府屡屡以美国必须支持以色列为生命而战为口号，几乎国会通过援外法案时，加萨人何时才能盼来不与战争为伍，不用日夜争抢粮食与水的一天呢？中国大陆的经济面临重大的危机之下，很多投资者转向了印度，
尤其转向了越南的工厂。在整个东协国家里头，大家最注视的是印尼。印尼呢，最近举行了大选，这个人口回教人口最多的国家进行的民主选举，可是一点都不民主。首先当选的人呢，是当时很著名的独裁者苏哈托的女婿，现年72岁的苏比安托，他现任是一个国防部部长。他的副手是谁呢？副手是原来的总统，原来的总统呢是佐科威，他的儿子才36岁。他们的宪法跟我们台湾规定是一样，是你不到40岁是不可以当的。结果宪法法院呢，居然裁决他可以破例参加。而这个宪法法院的主席是谁呢？是佐科威的妹婿。所以从头到尾的就是一个民主政治的一盘棋，一盘笑话。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其实在东协很多国家里头，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很多看到了民主的倒退。而我们刚所说的苏哈托呢，也正是当年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排华运动最重要的独裁者。所以现在印尼是变成如此的状况。那印尼过去对这个华人呢是特别排华，现在再由他的女婿当选。那另外一个角度是日本对于印尼的投资向来是特别多的。那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是说，虽然在民主上它是一个失败的一场民主选举，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刚刚当选的这位国防部长出身的苏比安托已经表示，我可以跟佐科威合作，我也要跟反对党合作，所以他组成大联合政府，就是跟主要的反对党组成一个稳定的政治联盟。而他们相信这种威权的强人形态的稳定的政府会对印尼的经济有所帮助。2月14日，印尼人冒着滂沱大雨涉水出门，不是为了去会情人，而是为了选出未来5年的新总统。Prabowo Gibran dan seluruh koalisi Indonesia Maju, kami akan merangkul semua unsur dan semua kekuatan. Kami akan menjadi presiden, wakil presiden dan pemerintah untuk seluruh rakyat Indonesia.都说政治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72岁的印尼国防部长普拉博沃，2014年和2019年两度参选，都沦为佐科威的手下败将。但这次他成功策反了佐科威年仅36岁的长子梭罗市长吉波朗，脱党担任他的副手。昔日的敌人就成为他最大的圆梦推手。His popularity is helped by backing from the current president Joko Widodo.Known as Jokowi, he's extremely popular thanks to his economic reforms. But he hasn't been great for democracy, rolling back liberal laws and allowing cronyism to flourish. He lent on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to bend the rules so his eldest son could run as Prabowo's vice president. Indonesians have accused Mr. Widodo of building a political dynasty, but Mr. Widodo's face is also prominently displayed on these posters, even though he's not in the running.综合多家民调机构的抽样计票结果，普拉博沃和吉波朗的得票率超过了58%，渴望在第一轮跨越得票过半门槛。随着他的胜出，不少观察家也担心这个世界第三大民主政体的未来。Prabowo was an army general under Indonesia's dictator Suharto, who was also his father-in-law. Prabowo's forces committed abuses during Indonesia's brutal occupation of Timor-Leste.And in the 1990s, he allegedly oversaw the kidnapping of more than 20 democracy protesters, 13 of whom were never found. Prabowo is likely to be even worse for Indonesian democracy. He has tried to abolish the direct election of regional leaders and has said Indonesia needs an authoritarian ruler. This is bad news for the most populous country in Southeast Asia.Indonesia is becoming ever more important in the region as civil war in Myanmar spins out of control and Xi Jinping flexes his muscl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hich means the election of Indonesia's next president will have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Many of Indonesia's voters are too young to remember his actions, and he's rebranded himself as a cuddly dancing grandpa.经济学人指出，普拉博沃曾经以脾气火爆著称，如今他却充分利用社交平台和流行文化元素，让年轻人对他的形象有了新的认识。
根据印尼大选委员会统计结果，在 2.048 亿的选民中，年龄40岁及以下的人数约 1.06 亿，占所有合格选民的 52% 左右。ブラボー氏が踊る動画は可愛いというコメントとともに SNS で拡散されました。有権者の半数以上を占める40歳以下の若い世代を意識した選挙戦を展開したのです。さらにプラボー氏が副大統領候補に選んだのがジョコ大統領の長男のギブラン氏。36歳という若さで市長を務めています。選挙戦では新たな技術も活用、モニター越しに有権者が候補者との会話を体験できる仕組みです。就复制了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的胜选模式，利用社群在年轻选民之间宣传新人设，而支持者也对此深信不疑。所幸印尼仍有有识之士发出阵阵之声，随着吉波朗成为印尼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总统，他们担心印尼会否出现佐科威王朝。Indonesians have accused Mr. Widodo of building a political dynasty after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paved the way for his eldest son, Gibran Rakabuming Raka, to contest the election. The decision drew criticism of nepotism, as the head of the court then was Mr. Widodo's brother-in-law and Mr. Gibran's uncle.Dengan keputusan peraturan ini secara langsung akan membangkitkan nilai-nilai Orba yang dulu kita tentang, yaitu tentang nepotisme. Di sini merupakan awal dari nepotisme. Kebijakan ini merupakan sebuah kecatatan demokrasi di Indonesia. Ji Bo Lang 2020年才当选苏罗市长，上任不到三年就从一个治理57万人口的小城市直接要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手宝座。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和弟弟都是在父亲连任成功之后才开始涉足政治，也难怪外界质疑佐科威是为了确保有人继承他的政治遗产，包括延续迁都计划。Mr. Widodo said he will go back to his hometown of Solo in Central Java after he steps down and be an ordinary citizen. However, observers believe Mr. Widodo still has high ambitions. He and his family wield a lot of influence and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significant part in shaping politics in Indonesia. 尽管要等到三月下旬，官方才会正式公布选举结果，而距离十月总统宣誓就职还有七个月的时间。普拉博沃已经在为执政准备，他的竞选团队副主席接受彭博社专访时表示，普拉博沃将组建一个跨党派、强大、包容及稳定的政府，也可能会邀请竞选对手阿尼斯和甘查尔加入，一如他2019年落败却受邀加入佐科威内阁一样。谢谢你收看今天文茜的视野周报以及文茜的视野周报欧洲版，我们明天见，拜拜。